过多少。所以它我这边是二的话，代表说每100平方米它平均的密度是二，或者是说每100平方米平均是3这样子。那所以可以看到说，就是最好的话就是在有港渔民的地方。不过但是那个地方有真的是非常多的地方，是主要是因为那边比较好像是比较多人在喂鱼的，对，做教练应该对，因为那边就是一个蛮常会有潜水的，或是当地人吃那种，当地人。